队长，静水，静水，静水，没事。鸭子，哎，这样怎么行啊？尽量告诉我，你自己去看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罗琳啊！当年我们彻底摧毁了制毒工厂，但是提供毒资和生产线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，他手上血债累累，不仅有我们的，还有你的父亲裴永岩和兄弟卓然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以卓然的名义回到这儿，除了要接近夏初，以获得夏观远教授的研究情报之外，还想替父兄报仇。枪口对准了梁木泽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是在帮助你真正的仇人为非作歹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一直死不瞑目？告诉我，谁在背后指使你？你骗我！是不是你个老爷？是不是你的小子？他就是潜逃多年的通缉犯陆文龙，对吗，裴玉？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我杀了梁文泽，把江川杀了，杀了。我杀了他，我